哎，你还好用我自己的手机看药片吗？我也没得信用卡了，我现在把这手机的。只能是我的手机吗？好嘛好嘛，那我第二进休息室了，给我看药嘛，我现在在把这手机的。前面也有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前面要近一点，就是右转。哪？是吧？那就是。那边的离登机口更近。哎，我先拿我身份证，我拿不下东西了，不好意思。不着急，慢慢来。我和比尔斯九九很多学弟学妹都在你，知道吗？